我觉得我会不会得了肺癌啊。今年一定要减肥成功。没有，不可能的。哎，这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对啊对啊，那我们现在去吃。好啊好啊，那你要不要吃大便？好啊。做不完了，你帮帮我嘛。好啦，那这个你也帮我吧。哎呦，我下班了，再见再见。哎呀，我跟别人吃饭啊。谁啊？跟你男朋友吃饭，没跟你讲吗？拜。你们真的太过分了。更赞的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用在即时新闻或者日报版面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就是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有料就报，紧拨电话，也可以用电子邮件或苹果日报网站下方的爆料投诉页面，或苹果日报 APP 左侧选单的爆料投诉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，爆越多捐越多。